们好，我是朱哲琼。卷名制作人们你们好，我是陈潇。好，陈潇，我最近听说练习生他们特别的辛苦，从早上练到晚上特别累，我就想给他们放松一下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放松一下？哎，我们之前就是放松的话会玩那个，玩什么？贝斯舞蹈啊。对，我知道。你们也玩吗？我跟你讲，我们那时候练习生的时候玩过三倍。我们也是三倍，就是把那个速度调到三倍，很好玩的。那你要不要来试一下？好吧，那我就慢慢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久不跳。好，来来唱我们主题曲的。好，可以。加到1.5倍，两倍，哦，放慢1倍，哎，放到2.5倍，快的，快放快2.5倍，放快2.5倍。好难呐、啊，好久不跳、哎，你有点玩嗨了，好开心，好放松。我觉得给我们练习生跳的话，他们应该会挺开心的，对。